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》节目。讲到平安呢，很多人认为现代人之所以心里不安，是因为生活过得太紧张了，同时呢，物质上的欲望太高了，所以呢，每天急急营营、紧紧张张、忙碌追求，搞得身心都没有办法安顿。那么，我们如何在这种物欲和紧张当中追求心灵的平静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。师父您好，陈小姐好。是，师父啊，我记得这个英国有一个大文学家也是哲学家罗素，他提出一个理论叫做懒散论啊。就我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怎么可能会叫人家懒散，可是他的理论蛮有意思，他是说其实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，如果我们太勤劳了，这个太追逐这个物欲的享受，就把这些资源都用光了的话，可能就会影响到后代子孙，所以他提倡我们稍微懒散一点，稍微 easy 一点啊，这是好像比较重视一下精神的享受，会过得好一点。不知道师父对这种懒散论有什么看法？因为是佛法要讲精进，精进，精进啊，听起来是跟这个懒散呢、是应该是啊，好像有点抵触，有点抵触的，嗯，但是。这个佛法又讲叫调琴论，调琴，调这个弹钢琴也好，哦、弹琵琶也好，啊、哦，调琴、这个、那个弦呢、啊，嗯，这个弦不能太紧，是，太紧了的话，那个声音呢、对，不好听，嗯，而且紧的到最后可能一弹呢马上就断掉，或者是呢这个声音很刚，嗯，非常的难听，对，刺耳，哎，还有呢，这个。也不能太松了，是啊，太松了的时候，噗噗噗，没有声音了，所以要调的恰到好处，很不柔不刚不紧不松，嗯，而持之以恒，那这个叫做调琴论，那这样子的时候叫做精进，嗯，哎，如果说是绷得太紧了，那有问题的，人的生活也是一样，人的生活呢，我说茹素的。那种观念呢、叫做懒散论，那是应该是对于那一些啊有工作狂的人啊、或者是呢你就是专门在为了名为了利为了地位啊、拼命的追求不已的人，也就是说永远不知足，永远不满足，永远呢在那边呢啊、非常痛苦的在生活的人、这种人实在是啊，自己痛苦，让人家也痛苦啊。那么讲到这个社会资源的问题了，社会资源并不是因为我们努力，这个才会使得生活资源啊、会浪费，或者是生活资源呢、会呀、这个空虚，或者生活资源呢会渐渐的越来越少啊，而是人的这个一种啊。不知道怎么样子运用社会资源，这个所以才破坏了社会资源。为了人的自己的啊生活的便利，或者是呢，生活上的一种啊享受，那就是破坏自然。这样子的时候对自然有伤害，其实对人的一种生活啊，最好能够啊，不要太紧张。所以说我教人家修行的时候，一定是教人家。先要放松身心，放松身心之后呢，你在做任何事啊，就是不慌不忙，而啊顺序渐进。所以说呢，我倒并不一定赞成所谓懒散论啊，但是我赞成呢，一个人要有点时间是悠闲，适度的悠闲的，嗯哼，悠然见南山，这种心情也很好。是，但是呢，悠然见南山，并不是说一天到晚在那边睡觉不做事啊。悠然见南山，偶尔啊，看看这个南山的风光也很好啊。是，但是呢，日出啊，而作，这个日落啊，而息，那这种耕作的生活，他是在还是在工作，并不是整天呢、不工作的叫做懒散。是，所以是呢，这个过去的一种田园的这种享受。所以田园生活的享受，以及我们现在都市的人呢，能够知道如何的调剂，
自己的生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是，如果不调试，那是很痛苦的事。所谓调试是，就是呢，这个，因为当你工作的时候，工作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啊，你必须要调剂一下。是。并不是同一个工作一直做下去，一直做下去的啊。嗯哼。所以说我到了，我经常告诉人呢、啊，说你一个星期之中，每天工作是为了钱，是不是也可以有一天两天呢、啊，不为钱，而去做一样什么事？嗯嗯。那不为钱而做的事，不为名而做的事，这个事啊，虽然身体一样的在动，但是呢，你跟为了钱、为了名而动的不一样，心境不一样，是感受也不一样，这是调整一下。因此，现在我们的团体里边呢，义工很多啊、我们有这个上万位这个义工，那么这些义工不断地在付出，他们利用他们的假期，利用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空闲，也有利用啊他们在退休以后的呀、这一段黄金岁月，来做义工，他们做得很愉快，是他们同样的事啊。日以继夜，可是跟他们平常以往为了赚钱、为了追求名啊利啊，这个心情完全不一样。是，所以心情的调适就能够使得一个人的观念和这个感受啊，就会改变。所以这个不一定是懒散的了。那这个我们这些义工菩萨们呢，是做些什么呢？是做一些服务工作，我们使得这个环境更清洁，而自己用的东西呢，我们希望能够资源回收，回收以后再用，而且再这个把它整理一下子啊，还可以分享给人家需要的人。嗯哼。那么像这种工作做的时候，做的不会破坏自然的，嗯哼，也不会的使我们那个这个自然资源或者以及他人呢、受到影响，受到什么破坏的影响啊。是，所以要不就是换一换工作，调剂一下自己的身心；要不呢，就是换一种心情，对，也是一种调剂。是，不一定要懒散说的，哎呦，休息休息。是是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师父说，生活要不紧不松，才会恰到好处。偶然享受一下悠闲的意境呢，也不错。不过呢，生活还是要精进的。也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Thank you.